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范式。如你们所见，12月初的时候我出了一月新番的全资讯导视，而随着一月的正式到来，又到了给大家做主观推荐的伪专家毒奶时间。按照惯例，本视频依然以挖掘有潜力的新作为主，因此像巨人、鬼灭、高木这类上次提过的续作，这次不多赘述。不过呢，也正是因为主要说新作，我惊讶地发现本月的新作阵容那是相当的微妙，因此为了严谨起见，我按中惯例的最值得期待的叉叉动画将全部替换，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叉叉动画。那么史上最弱一月，我们正式开始。首先，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恋爱动画《更衣人偶坠入爱河》，讲述出身人偶师世家、喜欢做衣服的男主，突然发现班上的超级美少女其实喜欢二次元和 cosplay 后，两人达成合作，男主制作服装，女主穿上它来实现自己的 cos 梦想。看点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是里面有大量对 cosplay 活动的科普描写，比如服饰啊、妆容啊、摄影啊、场地啊等等等等，而且非常详实，他好像真的很想教会我。第二块则是喜闻乐见的男女主狗粮戏，女主看似高攻低防，实则光速破防，基本第一个故事结束就开窍了，随后也会有大量女主视角的内心戏，相当青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切换视角式的双向暗恋奔赴的。至于你要说我靠倒贴这么快真狗血，那我只能说这男主换我也倒贴好吗？高大帅气，温和严谨，还附带浓浓的工匠气息，像所有青春期男生一样对喜欢的女生有悸动，但从不僭越，永远会体贴的考虑他人的想法，认真做衣服时的狗直男专注更是魅力十足，全上下突出两个字清爽，比某最近上热门的218男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第二，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种田动画《天才王子的赤字国家振兴术》，讲述一个超级弱小的国家，国王重病，王子临危执政，面对眼下孱弱的国力和环伺的强国，他毅然决定都干嘛。当然他可不是乱卖的啊，而是决定先发展国力，这样卖的时候接盘价更高，自己还能顺势退休，人不识封侯之位，岂不美哉。结果国家这一发展，哎嘿，一不小心给发展起来了，曾经的买家中道崩殂，曾经的敌人不堪一击，打着打着就逐鹿中原了，这可怎么办呀，括号凡尔赛。因此这个片的内核还是扮猪吃虎，男主看似纨绔子弟，但其实是一个文武双全高瞻远瞩的治国鬼才，再加上白发红瞳的王佐女主在旁辅助，剧情的推进还是挺赏心悦目的。而且最特别的是，它是同类题材中少有的无穿越、无魔法、无玄幻，纯中世纪策略流，搭配亮丽的人设和相对较轻度的剧情，应该会是一部一月的人气担当。第三，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日常动画 Slow Loop 女孩的钓鱼慢活，经过2021一年的空缺，我们终于在明年1月迎来了新的方文社漫改作品，讲述两个单亲家庭重组后的新姐妹一起钓鱼的故事，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经典的味道。剧情主要分两块，一块是友谊贴贴方文社经典样板戏，另一块则是钓鱼知识科普，钓吧老哥狂喜，而且分量还不轻，他好像也是真的很想教会我。比较可惜的是，本次的动画制作并不是黄金搭档动画工房， PV 的质量也比较感人，但我依然在其中发现了新的看点。幼なじみ？嗯，保育園の頃からの友達。友達いたんだね。新しいお姉ちゃんとはうまくいきそうじゃない？聞く限りじゃコミュ力高そうな子だし。支持正义发散。第四，一定可以期待的战斗动画《JoJo 的奇妙冒险：石之海》。对于这个久负盛名的系列做普通的剧情介绍也没太大意义了，这里不如就来说说我个人对 JoJo 战斗的看法。过去很多人会将 JoJo 定义为智斗片，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毕竟再忠实的粉丝也不得不承认 JoJo 里其实存在相当数量的设定之书和你说是那就是吧的剧情杀桥段，但它的观感依然很好，所以我认为重点并不在于智斗，而在于奇斗，各种奇思妙想的战斗机制和与之匹配的表现力才是荒木老师最强的武器。比如在能力设计上，他总是能想出很多简洁又巧妙的超能力，什么碰到的东西变成拉链啊，贴上的贴纸会变成两个啊，可以观看别人的经历还能随意修改啊，等等等等。而在战斗设计上，他又经常通过对人数、场地、时间、条件的限制，搭配出很多只用一次的游戏规则，比如在无重力的条件下氧气耗尽之前击败对手，或者两人必须一边互相扔球一边击败对手，等等等等。这些极具特色到有时甚至有些刻意的特殊规则，却往往能造就最令人难忘的奇妙体验。至于入坑先看哪部，有人认为按照顺序应该从第一部看，有人认为按照能力起源应该从第三部看，但我始终觉得 JoJo 这种每个篇章相对独立的长篇作品最适合的入坑作就是眼下正在热播的这一部。
第五，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异世界动画，与变成了异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险。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异世界，但说实话，我觉得漫改异世界确实是比轻改异世界普遍更能整出好活的。比如这部异世界大叔，讲的就是两个本来是基友的大叔一同穿越到异世界后，其中一个竟然性转变成了美少女，还自带绝世美貌 buff， 于是两个的气氛就变得微妙了起来。大叔和曾经是大叔的爆笑男童旅程就此展开啊！如果你没 get 到看点是啥，那我做一个深度类比啊，你就想象一下，他们两个啊，一个是瓶子，一个是天国，两个人本来呢天天互相嘴臭，结果现在哎穿越了啊，其中一个还嘿变成了美少女，而且自带烧灵魅惑效果，两人之间弥漫着尴尬又微妙的气氛，但又不得不掩饰着高涨的心跳踏上旅途啊，怎么样，是不是现在感觉巨他妈想看了？第六，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职场动画《秘密内幕：女警的反击》，又名《巡警勤务》，以警察为题材的职场喜剧片。漫画原作者之前是一名正儿八经的真警察，在警局工作了将近十年，连载前从未画过漫画，也几乎不看漫画，但因为从事过肖像画搜查官的职位，所以打下了坚实的画人脸基础啊！好家伙，你永远不知道这些作者到底是怎么学会画漫画的。总之，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类由相关从业人员亲自撰写的职场故事的，因为人家正儿八经的阅历摆在那儿，讲起故事来往往又有干货又有趣味，非常的好玩。之前本作就已经出过日剧，在豆瓣获得了 8.7 的高分，而本次动画由 Madhouse 担任制作，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第七，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冒险动画《石秀末世录》，讲述世界遭受锈蚀之风的侵袭，各种物品生物包括人类皆会生锈，只有一种传说中叫石秀的梦幻蕈菇可以净化任何锈蚀。于是狂野的武斗派红毛男主和亚萨西的智力派蓝毛男二，为了拯救各自的亲人，就此踏上寻找梦幻蕈菇的冒险旅程。本作的世界观构造非常有趣，各种光怪陆离的废土设计，比如因为锈蚀之风横行，容易生锈的机械材料不堪大用，人们开始广泛使用生物兵器，比如什么河马呀、蜗牛啊、螃蟹啊、章鱼啊什么的。开场就能看到男主一边骑着螃蟹射箭，一边放蘑菇大战蜗牛轰炸机的离奇场面。这种画面上的想象力，我一度觉得只会在漫画中看到。然而本片的原作竟然是小说，还拿过2019年这本轻小说真厉害第一名。在上面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老熟人。本作身为第一名，反而是动画化比较晚的。但反过来说，看看上面这些作品的动画化，我也只能说亲历名次并不能预测动画质量。第八，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搞笑动画《怪人开发部的黑井晶小姐》，讲述女主在反派组织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发各种怪人反派与正义的 hero 作战，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社畜混搭题材。不过这次并不是苦逼社畜，主角的公司对外是征服世界的邪恶组织，对内却是脚踏实地的良心会社，不仅工资优厚、社保齐全，而且极其体恤下属。听说你连夜做了个垃圾方案出来，第一反应不是给我打回去重做，而是什么？你竟然爆肝了，这可不好呀，赶紧给你批个带薪休假，比起工作的成果，身体才是征服世界的本钱。哇，良心领导看得我热泪盈眶。当然其中依然有大量对职场的日常吐槽，比如什么盖章跑断腿啊、不合理的组织架构啊、外行指导内行啊等等等等。后续也会有其他阵营登场，比如啊正经走黑心公司路线的其他反派组织，帮助 hero 卖周边玩具的正义协会和魔法少女经纪公司什么的。总之是相当有趣的职场喜剧题材。唯一的问题是本次的动画公司是初次担任主力制作， PV 也是一股浓浓的万策进气息，大概率是献祭掉了，大家漫画见。最后来到原创赛区，我看了一圈啊，比较有黑马潜质的主要是激光熊导演的地球外少年少女和 Cloverworks 出品的东京二十四区，但前者播得比较晚，信息很少，后者则已经爆出工期崩坏啊，都不太能拿出来说，所以我想着这个月反正已经烂完了，干脆原创番我也反向选两个得了。因此第九，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整活动画 Tribe Nine 夜街酷斗，讲述未来国家禁止民间械斗，如果你非要打架，必须通过一种叫做 XP 的游戏来决胜负。没错，它就是 Xenoblade 啊，好吧，其实是 Extreme Baseball 杀人棒球啊。毕竟你看大家拿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凶器啊，按这个架势啊，后期来个人拿出加特林机枪哒哒哒哒哒发球，对面掏出个 RPG 啪的轰回来啊，也不是没有可能。再加上非常弹丸论破式的美术风格和小高和刚原案，整活图一乐肯定是够够的。第十，说不定大概也许可以期待的运动动画 Remax Club， 由制作过知名低分运动番《轻羽飞扬》的 Leiden Film 再次推出的羽毛球原创动画啊，因为这层莫名的节目效果，开播前就备受迷之瞩目，还因为和《轻羽飞扬》正好时隔三年，被人玩了修罗隐忍的梗。
哦，是我自己玩的，那没事了。但不得不说，当年《轻羽飞扬》受差评，主要是剧本的锅，而作画演出方面还是相当有水准的，依然可以期待本次羽毛球打击的表现。至于剧情方面，本次讲述的是大叔们的社会羽毛球，主角一方面要参加公司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以公司的名义出席职业联赛，和平常看烂了的高中生社团运动番可谓是大相径庭。期待他正式上线后的表现。哦，当然，要是又做烂了，再养活一次我们动画区 UP 主也不是不可以哦。勝手に決めるな。俺はこんなところで終わりたくないんだよ。ならシングルスで俺に勝ってみせろよ。いいですよ。でも勝つのは俺で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对明年一月新番的个人预测，希望能帮助你完善自己的追番计划。目前来看啊，仅看星座部分，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杂鱼的季度，但说不定后续会有漏掉的黑马座异军突起，帮他甩掉史上最弱一月的帽子也未尝可知。最想了解更多消息，欢迎关注范式的频道，我们下期见。